今天过得好吗？哦，这边今天跑新北市，这里是刚刚在大甲地磅有磅过了。哦，警察，没显示我不用过磅。哦，警察在地磅旁边。南茶，上磅，看一下咱们的重量。多少？34650。在大甲有磅过了，为什么这边照理讲会显示没过磅吧？如果也是没有，我现在凌晨4点多，我一堆车停在地磅旁边在睡觉休息，开到打瞌睡，我就要休息啊，要硬开啊！我一堆车停在地磅里面。睡觉休息。哦，继续北漂，新北。新北树林区。哦，我罗伯的哦。540的，540匹的砂石车。竹南，我们到竹南香山了。竹南是119K， 哦，这里是国道3号北二高，有点在飘雨，但是高雄 JY 12点多出门的时候下雨啊，最近都是高雄在下雨啊，奇怪。哦，北部反而天气比较好。哦，这是什么溪？夜景啊！漂亮的夜景，这样。竹南。台61，哦，要省，有些人会省那个过路费啊，就走西滨啊，有些人是哦超载啊，或是超宽超长的，就会跑那里啊。车怎么半夜在跑嘞？奇胜的有换车。
在站板。哦，这位等一下是要下那个50K 的英歌交流道。哦，黑漆漆的，只看到前面的灯而已。请勿超速，我告示牌写请勿超速了。哦，砂石车，怎么那么多砂石车，都在三更半夜跑的啊，现在四点多，三四点的砂石车。哦，又是砂石车。连仓，哦，旁边就是那个风力发电，看不到啊，太暗。哦，风力发电的在转，这边旁边就是了，旁边就是海啊，西滨啊。交流道去了，应该是香山吧？那不是香山啊，刚刚没注意看。哦，半夜大部分看到的车都是拖车比较多，我都在载货啊。在睡觉，哦，我们在路上奋斗。OK， 好，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这回继续北漂去新北三峡莺歌。哦，咱们下次见，拜。